ナモタスバグワトアラハトサマサンポタス。ナモタスバグワトアラハトサマサンポタス。ナモタスバグワトアラハトサマサンポタス。住处是以复生须知第一章复生须知六住处问四十七请问尊者比丘可以住公寓吗回答比丘不能与女人同宿同宿是指在同一屋顶或同一出入口的建筑物在同一时间躺卧比丘与女人同宿是指从日落到明相出现这段时间比丘和女人同一时间躺卧才算犯戒其实不仅限于女人在日落到明相出现这段时间比丘也不能与雌性非人或足以构成显影对象的雌性动物同宿而且比丘也不能与未受具足戒者同宿超过三夜因此比丘不适合住公寓心堕落六若比丘与女人同宿者心堕落同宿是指在屋顶全部覆盖墙壁全部封闭大部分覆盖大部分封闭的住处日落之后一起躺卧只要一栋建筑物是同一出入口的门即使里面有100间房间也算同宿但若有两个各自不同出入的门而且中间有墙壁隔开就不算同宿心堕落五若比丘与未受具足戒者同宿超过两三夜者心堕落问四十八尊者我们想请南传比丘尊者在我们台中住席请问哪些建筑允许比丘居住回答远离尘嚣又托钵方便的园林净舍当然是最理想的了因为比丘不能与女人同宿所以最基本的条件是整栋建筑物的出入口不夹杂女众也就是有共同出入口的那栋建筑物没有女众居住否则比丘只能在白天睡觉后躺下休息太阳下山后就不能躺卧了因此独立的建筑或没有女众杂居的透天厝是比较适合的问四十九请问尊者我们可以盖房舍供养比丘居住吗回答可以若比丘没有施主而是自己去求取建筑材料来建造房舍的话有大小尺寸的限制如果有施主的话就没有大小的规定因为比丘建造私人房舍必须经由僧团举行结摩派遣比丘去检视建地所以若你们能先与那位比丘讨论后自行建造建好后再布施给那位比丘对那位比丘会比较方便生出余六比丘在为自己建造自行祈求的无施主小房时应依量建造这里的量是常为善事张所的12张所内部宽为7张所应带比丘们指示地点应由那些比丘指示无侵害有环绕空间的地点若比丘在有侵害无环绕空间的地点建造自行祈求的小房或未带比丘们指示地点或超过量者生出余生出余期比丘在为自己建造有施主的大住处时应带比丘们指示地点
因有那些比丘只是无侵害、有环绕空间的地点，若比丘在有侵害、无环绕空间的地点建造大住处，后为代比丘们只是地点者，生出余。问五十，我们希望在台中成立南传僧团，我们应做些什么准备？回答：你们所提供的住处可以借给僧团使用，也可布施给僧团。若要布施给僧团，应该注意一切应以符合国家法律为原则，不能逃漏税或建造违章建筑，那会给僧团带来许多麻烦。此外，你们应该学习一些戒律知识，才能懂得如法扶持僧团。例如，比丘不能储存食物，不能自己烹煮食物，食物必须经过授食，不能未经授予就自行拿来吃，水果必须坐净才能吃，不能接受及使用金钱，不能拔草及挖土等等。因此，现今僧团的运作竟然是必要的。萨度，萨度，萨度。